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和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万象物语》。这边应该是选择伺服器啊，哈。啊，他建议我是这边是吗？好，用游客账号来试玩体验一下。游戏刚刚下载一点多，1.7G 多，那现在还要再下载300 MB。那我们给它跑一下好了，跑完再来玩。昔、世界は闇に包まれていた。好了，300 MB 存很快。在するのは一匹の巨大な竜、スドリカ。そしてそのおもちゃ、人類那の游未戏的来。话不是新友，人々は永哦，不是新友，我也没玩过了。遠我下载次数是100万加。命を与えられた、自由を奪われた。我看他游戏介绍是说，2013年到2021年不断潜心雕琢 2D 单人休闲 RPG，大概是 2D 的那种横向战斗吧。2013年到现在，我这么久了，这游戏。不满を募らせた人々はバンダクティを王とし、運命に逆らう決意をする。だが、それが保守派との間に摩擦を生じさせた。どんな苦境に他这边有那个英文字幕跟中文字幕，バンダクティは希望を捨てず。反正我们是在 Play 上面下载的，应该都会有繁中啊。ついに彼の槍が竜の心臓を貫いた。その傷口から現れた火の塊。人々はこう呼んだ。哇，太阳是这样诞生的、哦。闇に光が差し、竜は大地となった。跟那个盘古开天很像，对不对？盘古开天也是啊。什么眼睛啊，变成月亮、太阳，然后身体啊，怎样怎样怎样。太阳は世界に恵みを与えた。活気にあふれ、花が咲き乱れる世界。だが、その陰で、未だスドリカの復活を願い、永遠の命を欲する者がいたのだ。好，读取中，一个卡哇伊的一个图示，那有点那种童话绘本的画风哎。这边有 Life 2D。我应该是没玩过啦。好，一只一，然后点击出战。哎，玩过吗？看一下哦。如果是2013年的话，那么久之前，我应该是没有玩过才对。这种它的脚就有点像那个独角，就是海盗船的那个船长，不是都少一只脚吗？就尖尖的这样。好，魔物出现了。啊，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要进入战斗系统。好，一个队长带3只小兵，有拿剑的，拿弓的。
好，有一个狮子，但是他感觉是拟人的吧，庞。哇，这个真的很2D耶，但动作还 OK 啦，还 OK。他的语音只有 一点点啦，就是开头而已。终于来吧！太快了太快了，我刚才没认真看。好，金黑白自己的站位，金黑白是不是？然后要消除哦，消消的玩法啦，这个就是消除的，下面就有点三消啊，三消玩法。可不可以四个一起啊？写写就可以是不是？你不用这样画，写写就可以耶，可以这样吗？反正就目前是三个颜色，金色、黑色跟白色。他说的，虽然不够金、不够白、不够黑，根据站位来释放技能。因为大部分那种三消椅，后来都是做成一个。长条状嘛，然后从左边往右边这样撞，那就两个、三个这样削削削削削。那毕竟它是2013年的货，那它这个玩法可能当时会比较创新吧。我觉得它的剧情太多了啦，你现在玩手游的玩家会比较不想看。不知道，按了没反应啊？刚按了没反应，好像只能两个，奇怪。就现在只有两个跟四个，好像没有出现三个。我刚想要三个滑不能滑，还在研究。好，待会剧情的话，跳过吧。我们就跳过吧。它的立绘是比较特别的，就是那种水彩，那种水彩风格，很像在看那个童话故事书那种童绘的那种绘本。好，返回。哦，它的界面做很大。字也蛮大的，整个图片都很大。铸魂，可能是要升级吧。好，那就可以升级。这只狮子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《功夫熊猫》里面那个狮子。《功夫熊猫》不是也是有一个男的跟女的狮子，男的好像是坏人吧，忘记叫什么了啦。那种武侠的，有点武侠的那种。狮子，这里要继续打是不是啊？可以退，可以退出欸。每日签到，好，这个英文的英文名字大概就国际服吧。反正中文的话是万象物语，欢迎光临一折。好，打叉。稍微看一下下。账号管理，我像游客嘛？这个更换名称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改我的 ID 是不是？韩国字、韩国、日本、英文、简中、繁中、特优画质。
好，这样特优，然后重启，重开一下。有的游戏需要重启，有的不用，直接改画质。好，我在这个伺服器啊，读取中，有那一种声乐的那种音乐，女生在唱歌。好，战友招募是什么？输入邀请码，好友的吧，好友用的，是可以往下滑吗？没有，动画赏析，这个是开头了吧？是不是？好像开头了那个剧情，这边可以直接看呢。完整下载，还有一 G 要下载，是不是？先不要哦。这边包含那个角色的语音啊，难怪说那个语音怎么好像不太够的感觉，有补充啦，一 G，当然是先不要下载啊。这个是公告，我还没有公告，好惨哦。游戏没有在经营了是不是？2020年的10月14号，给你一个十连抽这样，感觉是十连抽啦。游戏是老游，是我在那 Play 商店上面随便找的。它只要出现在首页，我就下载来玩。应该不是推荐的，因为推荐的好像不是这一款。推荐的我最近大部分都玩过了。会推荐的话，通常都是要花钱嘛，它才会出现在那。所以玩的人应该不多了吧？我觉得老手游了，大家都跑去玩新手游了。魂测的话，应该是图鉴吧？哦，这边都是图鉴。点的话是可以看到吗？不行，黑白的，它没有直接让你看，就变成说你要抽到它才会有一个图鉴，图鉴应该会动吧？哦，也没动欸，就这边而已，这边没有动，这边例会而已。语音的话现在没有听到，或许是我没有下载那个资源包，也不一定呢。好，工会，然后刚不是有聊天吗？这个是抽吧，复魂，pick up，四级应该是要花钱的吧？没看到那个加目标，没看到。嗯，它没有所谓的首页，就是借由左侧左边这边来点选吧，然后首页可能是这一颗啦。然后这个页面总共有5个页面吧？哦，一二三四五，主页面有5个，他把它坐在右侧。然后点完之后，中间会这边会去更动嘛，更动整个页面。哦，所以我们这个也不是图鉴，这个应该是我们那个角色。你要来这边强化，都要这边弄。好，主页面，然后这边有最新消息，刚看过了吧？最新消息就是没消息。就是没消息的最新消息公告，哦，有啦，有公告，更正一下，这个信箱福利是之前的旧的公告应该有啦，哦，更正一下，这边有一些活动，我想说怎么会没有活动嘞？是我搞错了，抱歉，3月2号、2月28号、2月21号、2月14号都有活动，然后也有在更新。好，那最近活动叫做"青叶幽梦”，3月2号到几号？3月30号，1个月哦。哦，也差不多啦。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游的话，通常都是2个礼拜左右会有一个活动，有的1个礼拜会有一个活动，会有那种叠加的状况，就是每个活动可能2个礼拜，然后会叠加，隔个礼拜又出另外一个新活动。两个活动可能会有重叠的部分。那当你那个游戏你玩了半年或1年以上之后，它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月一次活动。常玩手游的话，你应该会知道哦，因为不太可能一直会有新活动啊。他们那个没办法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玩到后面还会复刻旧的活动，因为没有办法，没有新活动，他就先拿一些旧的活动来复刻一下，让一些以前没有入坑的人再玩一下这样。
好啦，当然这些活动我是看不太懂啦，因为我没有玩嘛。好，聊天，然后聊天只有公会哦，现在只有公会，没有世界频道，我还没有看到。反正你就先做任务嘛，这边有主线，先做任务，然后可能就会慢慢开启这些功能啊，什么活动啊、挑战啊，这边有，反正就先这样，慢慢做任务。可能还会叫你加好友啊。好，他应该是借由这个关卡来推进他的故事。好像上桑枝欸，然后下面好像是什么参谋。因为我觉得他人物画面很大，挤不下那么多只。好，反正也是撑很久的手游啊，还活着。没玩过的话，看你喜不喜欢吧。现在很多手游都是放置挂机啊，这类型可能就没那么讨喜了吧。当前的主流就慢慢不是这种了，它就会有剧情。语音的话，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啊，因为我没有下载嘛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先跳过吧，把剧情跳过，然后战斗一下。刚是只有消2个或和4个嘛。试试看可不可以消3个或消血的。来，继续跳过剧情。好，你看只能上阵3只啊，然后这边可以加速。血的不行，只能2个，哦，只能2个，不能3个，哦，不能3个。那你就要想办法凑到4个，从右边往这边削哦。哦，我懂了。那你这样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比如让他削，这个就过完，然后让这样有4个，4个的话你就这样子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一点点、一点点的那个削削的一些方式啊。策略啊，就是稍微知道一下怎么弄，这样往左边推进。那你尽量用4个吧，再怎么样你也要2个啊，一个是最差的嘛。哇哦，有这个狼群还是什么什么，跑过去。好，一样我们先跳过吧。哎，他继续战斗，我以为没得说。我根据刚刚的玩法是不知道。先消这个吧，然后怎么消这个？这样就有了。把这个消一下。白色的是补血，是不是？负的补血吗？好像没什么好消的欸。没有，他还是会攻击。好，这样就4个了，但是他已经死掉了，好不容易被我凑出来。好，跳过。那玩法上大概是这样哦，这个玩法，现在比较不吃香了，说实在的，至少我在最近的手我比较少看到了，因为我这3年都在一直玩嘛，每天玩一些新游啊。那我最近想说，如果有旧游我没玩过的，我也来尝试一下。所以最近我这1-2个礼拜上我频道上都会出现一些比较以前的游戏，以前的手游还活着的，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玩玩看。好，那先玩到这边，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玩法，这个画风。那就这样吧，有剧情的，只是说语音的话还要再下载啦，可能还要再下载。刚刚我看到嘛，还有 1G 可以下载，这里。哦，说角色的语音还有场景资源，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